我是哈士奇，主人最近不知干了什么缺德事，没运营。哎呀，开车出门买个菜，半路抛锚。哎，撞你用力啊！呀，别走，你能赶紧来吗？邀约好友请客在家吃饭，菜炒到一半发现没有盐。哎，算了，没有就没有。哎，菜炒完了，打开电饭煲一看，包了个寂寞。买了两双鞋回来，发现一双全是左脚，一双全是右脚，这不废了吗？于是主人选择扔掉。走在院里，我随时都能感觉他头上的乌云。哎，老公，我这里要远点。事情还没有结束，和主人谈了五年的女友又突然和他分了手，主人崩溃了，一瞬间哭得像个二傻子。回到家里，主人试图借酒消愁来掩盖心中的悲伤。主人，别伤心，现在淘特全网请客，我帮你买了双新鞋。挺好看的，很贵吧？不贵，这上面有很多工厂职工好货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因为职工所以超值。这也太好了吧，这 APP 真不错。就是这么好，点这里下载淘特 APP， 搜索职工好货，天天万岁免单，狂撒十亿红包。来，啤酒给你，我试一下鞋子。哎，不对，这酒过期了。呀呼。